No shit, Paul. Did they really? No. Really? Yeah, I got it on video. No, you did? I did. The balloon is gone. Whoa. 有关的这个无人飞艇来自中国，属民用性质，用于飞行试验，受气候影响，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。 不是，你把这事闹大了，闹大了以后啊，不太好，对世界的和平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是一个比较难堪的时刻，因为作为一个民用目标，自诩世界第一空军的美国空军，包括下属的防空力量，在不能第一时间发现解决，居然拖了三天。